邱世荣 Andrew Chu， 我会唱红雁。互相等啊，我在等你谢幕，你在等我上台。不过唱得非常好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。现在我们请啊、评委们两分，9.69 9.46 9.60 9.71 9.69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子怡老师点评一下。我觉得这个选手舞台经验是很少的，所以他其实你看现在的表情比刚才漂亮很多。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很苦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我不知道红雁那种情感，而是哎呦好疼啊那种状态哈，就是啊。然后我觉得你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嘴要是再张开一点的话，会更好。还有呢，你在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高音的时候，你完全是炸的，就是我们讲的紫和白。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。你是哒滴哒哒哒滴哒，这种感觉太直了，所以我觉得在气息的，你的腔体用得很好，但是如果你的转换音多一点，会更好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么看看你最后得分，别走，哎，9.66分。好，恭喜。